周末的时候，我都跟我爸到朱德刚公园，上上下下，左左右右，前前后后，挤满了。吴奇隆，你裤子拉链没拉？若曦，没有。相声啊，讲究四门基本功，说学逗唱。等一下呢，主要就听我讲啊。林牧阳讲什么呢？其实也不重要，他讲都是废话。我说的那都是废话。你从上台到现在，他讲的全是废话。你不信的话，我们从头开始啊，看看你说的是不是都是废话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废话，观众不好能坐这儿吗？观众当然好啦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今天的第一段由我们两个给大家表演。废话，要不是我们两个表演，我们站在这儿干嘛呀？啊，还不如在家打麻将呢。门清一模三清一色一条龙，嘿，给钱给钱给钱。他一定是做牌了，不打了不打了。后面还有词儿啊？我们说的是一段对口相声。废话啊，你要不演相声，你演个相扑我看看啊。相扑演员啊，扑扑扑扑。你别喷了，你脏不脏啊你？相声讲究四门基本功，说学逗唱。废话，你讲究煎煮炒炸那是厨师，闪展腾挪那是武术，碰瓷杠胡那是麻将，吃喝嫖赌啊那是你。搞半天我从上台到现在讲的全是废话是吧？但你也别难过啊。日常生活中呢，我们一整天都离不开废话。你太夸张了吧。哦，你又不信啊？我不信，你得证明给我们看，一整天都离不开废话。那好啊，就是我们挑这个日常生活中的场景，我们把它模拟一下，证明这个日常生活中啊一整天都是废话。我们家有养狗啊，周末的时候我都跟我爸到公园去遛狗啊。那天我跟我爸去那公园，这公园很特别啊。哎，怎么特别？这公园特别的大。是啊，你再一看，到处都是原始森林，火上上下下，左左右右，前前后后，挤满了人潮，恐龙啊。这公园赫赫的有名啊。我知道，还拍过电影。这名公园就叫做啊朱德刚公园。这是侏罗纪公园。朱德刚公园像话吗？那有没有樊光耀公园、黄义豪公园、台北曲艺团大公园？说错了，说错了，真是侏罗纪公园。你一看，那是暴龙、迅猛龙，对，异兽龙，吴奇龙，若曦，没有，哪来吴奇龙啊？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飞过来一只异兽龙，把我爸给抓走了，抓走了，翻身骑上旁边的迅猛龙，开始追着我爸，没被压死。我爸在楼上就喊了，哎，儿子啊，你别追我了，你快走吧。哎呦，爸，不行啊，我一定得救你啊。哎呀，儿子，别管我了，你快走吧。不行啊，爸，我有句话得对你说。别说了，我得说，别说了，我得说。你说不说呀？爸，你裤子拉链没拉？嗨，哎，真的呀。别说了，我还有后面的拉链。什么呀什么呀，没有，这故事还有续集。